这咋完了呢？这咋整？光转了，给我们看这个，你不要，我怕在这里扎头发，这个玩意儿有点变的。那个还好呢，啊，哎，这小摄像机，小啊，小白，真老了。啊，那你不拿这下，不行。 二哥这儿呢，就在咱们车边。你歇吧。谢。看到了。啊，谢。这地，你那些买一点，你看你们大点吧，买一边吧那个。你要不吃我也不吃。你不知道他这边吃吗？肉你也吃吗？2块钱一斤。上下庄，蹦上这个砖头吧。蹦上砖头。Thank you.
吃吧。这是鲜的大鱼是吧？还是鲜的？本地的还是哪儿的？本地的，本地西二代啊。鲅鱼啊。这有啊，这哪天这腰没有？那你那两天台风抵南湖？没有，这两天有。这鲅鱼也不多了啊。便宜那么高，